段时间弄了一个全新的布景，想专门拿来分享一些有趣的小东西，比如说今天花2小时拼的这一款撩妹神机，这不就正好赶上七夕节嘛？库洛米还是36人气前3的角色，那我过节和女明星同居小别墅也不过分吧？而且库洛米开的这家夜莺星语屋，也就是占卜屋，颗粒数不多，说明书的教程也蛮简单的，整体就是超级梦幻的粉紫配色。 积木之间的契合度也不错，库洛米专属门牌、魔法巫师帽和可开关的粉色小门，脚下的轨道还可以自由滑动。叮咚，酷酷占卜屋开业啦！简单的小物件就能撑起手掌大小的房间，魔法小火炬、占卜球和骷髅门牌。库洛米算是把霍格沃兹那一套学得明明白白的了，不知道他能不能帮我测一下，我啥时候才能过情人节啊？如果今年就有，我就买条街送给他。